暴君。你敢骂姑？君上是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吗？你觉得你能猜透妾身的想法？难道不是吗？好，那你猜猜看我现在想干嘛。那姑可要好好的观察观察。好啊，你现在不仅敢动口还敢动手啊。我还动脚呢。你那姑真不敢还手，你哪像个娘娘。我才不要当娘娘呢。走开走开放开我。哎呀，娘娘。